荧幕八周年，白足咁多爪，为你报道城中热门话题。今个星期为你送上由温哥华到香港，星梦成真嘅郑俊文专访。正面嘅态度去迎接呢啲 challenge。跟住会带大家睇下加拿大中文电台 Sunshine Nation Girl Special 记者招待会，仲有 Scarborough 排骨节。同埋 Unplugged Expo 潮流文化博览会，总之每个礼拜约定你，星期日晚7:40，荧幕八爪鱼。